是希望衬托生命的坚强，不曾动摇信仰，守护你是唯一的愿望，坚持新的方向，九死负伤负气担当，紧握住你的双手，想温暖你的胸膛，岁月绵长，时光倾淌，还有谢谢。听到我说话吗，小孩？听到我说话吗？哎，站住！听到我说话吗？这孩子怎么抢我手机啊！是有人呢。喂，你好，急救中心吗？我这有人昏倒，男性，十几岁左右，运动后昏厥，意识丧失，瞳孔反射是正常的，大汗。没喊，伤口不大啊。怎么会流这么多？
都血呀、啊！人的头面部本身血管就多，破个小口子就会血流满面的，看着吓人，实际上没事。张玲，先给患者处理一下伤口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快点，快点！患者意识丧失。喂，喂，快推抢救室！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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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！有人闪开！推抢救车，准备气管插管。马老师，好，听位置，位置没问题。换人，患者室上准备出站。好，充电290。充电完毕。准备放电，停了。小丽。再来一次，充电290。充电完毕。可丽，恢复斗率，拉个心电图，急性心梗，联系心内科，马上准备急诊 PCI。慢点，慢点，屋子里有孩子。一、二、三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来，谢谢，谢谢。哎，让留一个啊，你们商量一下谁留下。妈，我留下吧。你先出去。不啊，我可以，我可以。你去吧。查个血常规，不单全。好。孕周多少了？孕周，32周了。你怀着孕了，给我吧，我去记录。行，我去拿单子啊。好。什么时候肚子开始疼的？昨天晚上。那怎么现在才来啊？这不还没到预产期吗？我以为他疼一疼就没事了呢。预产期没到就开始肚子疼了，你们就那么放心啊？最近我是有点忙，一直是我妈照顾的。行吧，你靠后一点啊，我们检查一下。太阳，心肺没问题。加个心。行，我查一下肚子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这个情况有点复杂吧，要不我叫何主任吧。腹部超声，同时让他们准备 CT， 叫他们快点。哎，我们不做 CT， 不做那个。为什么不做呀？大夫，我跟你讲，先保我孙子啊。准备九成啊，护理记录，让刘凯补抢救衣服。是我孙子，我们孩子经不起。阿姨，那请问他是什么呀？你们家生育机器吗？就算是机器，它也得检修吧。何主任，血尿淀粉酶。啊，我简单汇报一下病情。问你血尿淀粉酶查了？没问，查没查结果呢？结果还没出来呢。何主任，刘主任给您的化验单。给我吧。给。呀，下车花斑。病人今天上过卫生间吗？啊？妈，大夫问你呢。啊？没有，一天都没有。哎呀，疼的就喝几口水，哪来的尿啊？板状腹啊，反跳痛。我怎么没摸出来啊？报病危，急性肠穿孔。报病危吧，合并感染中毒性休克。何主任，那我就按这个诊断写了啊。马上拍个片子，准备手术。哎呦，大夫，我跟你讲啊，查贫血，准备手术。我得先保我孙子，那个 CD 和 B 超我们都不做了，我们孩子受不了。这种时候，请你们配合我们医生治疗，所有的检查化验必须得做。这种时候，什么时候啊？人命关天的时候，而且是两条人命。孕妇现在急性肠穿孔，有感染性休克，情况非常危险，你们要有思想准备。哎呀，这怎么可能呢？我照顾挺好的，你说说。这个出现严重休克症状，主任。大夫，要有紧急情况的时候，请大夫先保孩子，再保大人。在我们家，孩子比大人还重要，你知道吗？你现在什么都听不见吗？
现在他们母子同舟，船翻了谁都保不住。什么叫什么都保不住啊？哎呀，你别吓唬我，可能是我孩子的工作。先检查，先检查，伤酸重，无严重症状。拜托了，马上做个腹部检查。哎呀，天哪！去通知妇产科。让他们过来个大夫，准备联合手术。行，我现在就去。建立中间静脉通路，全速补液，然后给病人下尿管啊。知道了。填表，什么情况？运动后昏厥。让家属把钱结一下。我不是家属。那患者家属呢？我不知道，他偷了我的东西。逃跑的时候昏倒了，我直接叫了急救车给送过来。你是说他偷了你的东西，你还把他送到医院里来了？对啊，怎么了？今儿真是见到活雷锋了。我不管你是不是雷锋，把钱给我结了，我早就走。行，我付。我的所有东西都被他同伙给拿走了，我现在没有钱。那怎么办？我把这个表压到你这儿好吗？明天拿钱换表。这算什么事儿啊？什么情况？你是医生吧？对。患者运动后昏厥，无意识。嘿，卢敏娜100毫克，急救注射。看什么？快醒醒，刘婶，快！患者什么情况？哎，我问一下。你们现在打算怎么处理？你们抛孩子，我们修肠子。急性肠穿孔孕妇的死亡率是33%，胎儿的死亡率是60%。那我们只能尽全力救治。你们跟家属商量了吗？啊，千万不能动我孙子！结婚5年了都怀不上，我们花了10几万呢，才做了这个人工的，好不容易怀上了，千万不能动啊！千万不能动！妈，你别闹了，你得听医生的。再说舒兰。哎呀，舒兰呐，我的好媳妇儿，一定给我留下孙子啊！妈，你一定要挺住啊，挺住啊！以后我做牛做马，我报答你啊！家属，家属，哎，你们现在必须马上拿决定啊！他的情况很危险，必须马上手术。必须啊！先查个血气看看。你是医生啊？你不是医生啊？还要我教你怎么检查吗？联系心电、核磁、超声。哎，你是哪个医院的？快点。快医院。Quick。去交费。哎，怎么又是我？那不然是我去。OK。请快点。Quick 吗？叫咱 Quick。赶快约一下 CT。好，心脏超声啊。手机借我用一下。你连手机都没有啊？不好意思。Hi, it's Sammy. I need your help.何主任，家属让一下，我想参加灌木手术，可以吗？可以，谢谢。那么进手术室吧。大夫，我求你，一定要帮我保住孩子。不要再耽误时间了，现在时间就是生命啊！不，一定要答应我。那你先答应我一件事儿，别放弃，要坚持。那我也答应你，保住孩子，我让你们母子平安。谢谢，谢谢啊！来，让一下，让一下，家属。来，外面等啊！好，不用担心啊，不用担心，放心。哎，韩阳，你怎么还没去手术室啊？啊。哎，马上尿完我就去。老毛病又犯了，一到手术就上厕所。
哎，我说你在台上怎么不这样呢？你还别说，我一上台就好。你知道刚才我师父跟家属说什么吗？嗯，他说保他们母子平安。哎，两个人都救活，那才算真正的救人救到底。一个没孩子的妈，或者一个没妈的孩子，哪个不是人间悲剧啊？是，这理儿是这么个理儿。虽然我师父吧够牛了，但是这话是不是太满了？这不还有你的吗，海大神？嗯，这话我爱听。麻醉。好的，现在开始麻醉。云波分尸放生，静脉阻塞。内分泌5毫升静脉。我再强调一下，病人一旦进入全麻状态，我们必须要在5分钟之内取出孩子，否则孩子会有生命危险。好，现在麻醉可以了，可以开始手术。手术开始时间10:28。好，开始手术。马上进行心肺复苏。马上送保温箱。收到。何主任，该您了。小金，什么情况？不是你病了吧？遇到了一个患者，送他来医院。那你的钱呢？被那个患者偷了。还丢了什么？我的自行车、钱包、手机都没了。那你还帮他交钱？哎，我妈喊你周末回家吃饭。I'll be there. I'm waiting for you. See you later.血压掉下来了，我们得抓紧结束手术。病人穿孔时间太长，肠子炎症水肿厉害，我尽快再维持一下。
血压上来了，90/60。检查出血，准备官服。是，纱布。何主任，咱们成功了。术后感染控制得住，才叫真成功。别得意太早，好好官服，做好术后缝合，别马虎大意。是，师傅。大夫，怎么样了？手术目前很顺利，孩子很好。哎呀，孕妇还要看术后恢复情况。哎呀，真是大恩大德，让我们怎么谢您呢？怎么谢您啊，大夫？不用谢我，要谢就谢你们家舒兰啊，她是个伟大的母亲。妈，手术成功了！哎呀，手术成功了！怎么样 ？DKA， 这么小就得糖尿病了，还是一型的，以后可怎么办啊？哎，我听分检台护士说，说你是活雷锋，他偷你东西，你还救他？我是医生，怀疑你也会这么做吧？那是。那活雷锋，接下来打算怎么办？你看他总得住院吧？有没有家属？费用怎么办？你要继续倒回来吗？急救车的费用是我出的，检查费用也是我出的，剩下的你们自己处理吧。再测个血糖啊，有问题叫我。哎哎哎哎，你不能就这么走了呀！你们医院不会见死不救吧？这是你们的工作。哎 ，Don't touch me. It's my word, but 你至少告诉我叫什么名字吧，或者联系方式。你给他醒了，我总得跟你联系啊。你不用联系我，我该做的都做完了，剩下就等这孩子醒了，你让他去联系他的家属 ，OK？ 那你到底叫什么嘛 ？Catch you later. Catch you later. 啊！你这怎么弄的呀？机器压的。什么情况？忍忍啊！哎，主任啊，被机器压的，你看看，然后基本病情我已经交代过了，啊。你忍忍啊。哎，我看看啊，这是感觉吗？这儿呢，这边，准备手术，可能要给你部分截肢。截肢啊？对。那我以后怎么活？大夫，不能截肢，我是家里唯一出来打工挣钱的，家里还有三个孩子，我要截了肢。家里要饿死人呐！我们也不想，可现在伤得这么严重，必须截。等等，你跟患者交流过吗？就没有别的治疗方案给他选择吗？他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，没了手怎么生活呀？你谁呀？患者家属啊，在这指手画脚。我是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看这手不是不能帮。懂是吧？来，自己看看。多处粉碎性骨折，要接骨头、接血管、接神经，就算保住了，复原期有多久了？是否要弄得他倾家荡产？到最后要是坏死了，还是得接。谁都知道手重要，可他这种情况不接，让他等死。有一线希望，作为医生都要争取。即便最后选择截肢，那你要不要事先把情况和他交代清楚，让他自己选择？我的诊断需要部分截肢，你选择。决定好了，告诉我。哎，你再坚持一会儿啊！怎么了？这是没精打采的。我怎么听说今儿我师傅被女的给灭了呢？我也听说了，那女的是谁呀？那谁知道啊？不过听说好像也是一个医生。哪个医院的呀？不知道。哎哎，刘凯啊，怎么了？那女的谁呀？哪女的？就是今天那个农民工手指头断了那个，不是听说你当时在场的吗？然后后来来了个女的，把我师傅给灭了。那女的谁呀？
那女的我也不清楚，但我听说那女的送来的患者是个小偷，偷那女的时候当场犯病了，然后那女的就把她带到咱们这儿来了。哟，还真是个好医生。好什么好医生？那是因为我不在，我要在那儿的话，我分分钟把她灭了。你可拉倒吧，何大神都治不了的人，你去治啊？何主任那么神，怎么不是咱们科行政主任？因为咱们科还有一位大神。刘主任，你听说了吗？今天何主任当众被一个女的给教训了。嗯，我听说了。以前我说他的时候吧，他老认为我是在跟他争。现在好了，终于有人能教训他了。刘主任，那个患者我看过，其实我觉得何主任说的没有错。说说看。嗯，首先，这个患者手部碾压情况呢非常严重，虽然有保守治疗和截肢两种方案，但保守治疗的确存在很大的风险性，万一保守不成功，手部坏死，到最后还是要截肢的。如果这样的话，对患者来说又耽误了时间，又浪费了金钱。那是一双手啊，手都没了，人就废了。他靠劳动挣钱的，全家人指望他养家糊口呢。是，我明白你的意思，何主任也知道这个情况。可你想想，就算手部不出现坏死，勉强保住，那也需要一段很长时间的恢复治疗啊。而这段时间里，神经是不是能恢复好，我们谁都不敢保证。而就患者自身的情况来看，这个期间内的所有治疗费用，好像也不是他能承担的。这位刘主任，一直想当我们科的行政主任，可惜我师父在前面压着呢。来，哦，好好好，知道了，马上到。刘主任，有说话。大夫，大夫，大夫呢？我已经叫大夫了，你别着急，大夫马上就到。啊，快点来呀，大夫。什么病人？颌面间隙感染的病人，呼吸困难突然加重，抢救车准备去赶快。麻烦你，不让人讲啊，你快点救救他。好，好，好，你放心吧。推迟李月心。主任，侯静。李月熙推注。刘主任不好，氧会越来越低，完全看不见，困难气道，准备紧急气切。已经准备好。叶立群推注完毕。科长主任，史善，准备出站。好。史善第一次，室内200焦，分内完毕 ，clear。加一支肾上腺素。收到。肾上腺素1毫克，清除完毕。第二次，施兰第二次，室内200焦，充电完毕 ，clear。恢复动心心率，吓死我了！刚才以为都要宣布死亡时间了呢。不错，孙墨。心肺复苏做得漂亮，通知家属转到 ESU。好的。刘主任，跟着你真好，
跟着你呀、啊，不慌，手也稳。就刚才在抢救室，如果放台摄像机，你那套动作都能拍教学书了。嗯，新萌配合的也不错呀。那也是您的功劳啊，我们一实习就跟着你，现在我们这么好，都是您带的好。哟，实习的时候嘴怎么没这么甜呀、啊？刘主任，我听说了一个事情，现在科里都在传。你以为我不知道啊？啊，不就是何主任要当主任了吗？你呀、啊，我提醒你啊，有打探小道消息的功夫，还不如多钻研钻研业务呢。你看人家孙萌，从来不把时间浪费在这种事儿上。何主任，请找您呢、嗯。我这有一个患者，十几岁男孩。嗯。怎么回事？说啊，吞吞吐吐的。是刚刚跟您吵架那女的送来的。通知家属了吗？好像没有家属。孩子醒了，问半天啥都不说，感觉像聋哑人。走，带我去看看。好。哎，小兰，这我帮你拿。帮我们这儿。啊。六床那个发热的病人啊，给他做一个肺部 CT。哦，我去哈。啊。不行。行，那我昨晚跟您汇报哈。嗯。嗯。别让我们刘主任发现就行。怎么那么怕你刘主任？刘主任，刘主任，啊，去哪儿？何主任啊，别动不动就使唤我的人啊，不合适。什么你的人我的人，都是急诊科的人。别偷换概念行吗？我偷换什么概念？我们都是急诊科的医生，患者呢都是急诊科的患者。你还不是行政主任的吧？嗯，管好你自己梯队的人。别越权指挥，过两天我就是了。来，我给你查一查啊。叫什么名字？家住哪儿知道吗？告诉我你家属的联系方式好吗？您这些问题啊，我都问过。你说会不会是个聋哑人啊？你刚说是个小偷是吧？对，听丽文说的。送公安局吧。行了，孩子，别装了，不聋不哑了，赶紧告诉我家属的联系方式。你现在病得很重，需要住院治疗。我没家属，我也没钱治病，先收入院吧。那住院押金怎么办？我去跟医院里商量。哦，偏吓唬你才说实话，我给你办手续去。乔大夫，你要是不想跟着我，就直接跟我说啊。刘主任，你什么意思呀？我从进咱们科就一直跟着你，我一直把你当我亲姐姐。哼，亲姐姐。这才听到点风吹草动，就跑去拍别人马屁了。我没有啊，我拍谁马屁了？乔娜，何主任还没正式任命为咱们科室主任呢，你别太心急了啊。刘主任，我冤枉啊，我没有。那何主任让我去帮忙，你人家一主任医生，我就一个主治医，人家叫我去，我怎么拒绝呀？其实我也不想去呢，我特别怕你误会呢。行了，我知道，你呢，确实挺为难的。咱这何主任，算了，不说了。
刘主任，今天这事儿是我不对，以后我注意。再有这样的事儿，我不去了。不用，没准过几天人家真的就是咱们大主任了，那指使谁谁敢不去啊？是吧？行了，把脸擦一下，和我去分诊台。来，把那个十五床的病历给我。明天见啊！拜拜。走啦，辛苦了啊！拜拜，拜拜。关姐，走啦，辛苦啊！大病历给我，麻烦您让一下。您是患者家属吧？有什么事儿吗？如果没事的话，请让一下通道好吗？您这样堵在出口，会严重妨碍我们医护人员工作的，请让开。您妨碍到医护人员正常工作了。你说我碍事儿？我还说你碍事儿。先生，先生，把刀放下！是，干嘛呢？把刀放下！快走！干嘛呢？都别动！把刀放下！都别动！把刀放下！别冲动！你把刀放下，有什么话你跟我说。我是领导啊，把刀先放下。先把刀放下。110吗？你真是领导？当然了，不骗人，他真是我们领导。听见了吗？啊，领导，就是要找领导。对了，小伙子，哎，你把刀放下，啊，把刀给我。为什么给你啊？拿把刀上医院来干嘛？我先问你的。我也问你了呀。我女朋友死了。怎么死的？被你们医院治死的。什么病啊？她没病。没病怎么就是我们医院治死的呢？我俩好，你们都不同意。知道了，你们俩谈恋爱，结果他们都不同意，对吧？你把刀放下，我带你找他们去，批评他们。我是领导，我说话算数，啊？你说是他们不对？当然是他们不对了。来，把刀给我，放下，放下去，扔地下，扔地下。我带你去找他们去，咱跟他理论理论，啊？听话。扔地。不听我的，要不就交给他们了。我女朋友死得太惨了。那我要跟你说，你女朋友没死，你信不信？她没死。没死。她在哪儿呢？你把刀给我，我告诉你。在我们病房待着呢，把刀给我，刀给我，我带你去。你慢点，刀给我啊，刀给我。什么？
大家好，我是江小琪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们将为大家介绍一些医疗小常识，请大家一定要锁定急诊科医生。那今天我给大家介绍的是昏迷患者如何急救。如果我们遇到有人昏迷，除了呼救以外，还可以做的是摆放昏迷体位，当然前提是患者心跳和呼吸正常。具体的方法是将患者摆为侧卧位，将身体下方的手臂伸展开来垫在头一侧，将头部摆为侧向下略低，一条腿弯曲，一条腿伸直，目的是防止患者发生误吸。原以为人生故事平淡，谁知转眼风云突变，昨天已成为过眼云烟，明天为何如此遥远。原以为人生路途遥远，谁知尽头已在眼前，恩怨情仇就此了断，生死离别不忍说再见，今天的分分秒秒都是对生命最严重考验，今天的相依相伴都是对生命最深情的考验。